大家好，现在应该是倒数不知道几天咯，好期待。有几个关于演唱会令人兴奋到跳起来，你怎么没有跳起来？好消息要分享给大家，世界最听话的歌手，这次终于推出了当我们谈论爱情的周边明星商品。这不是明星商品，这不是吗？很多文字，这个吗？有很多文字，都是我自己亲手写的哦。这一行看到吗？都是我自己写的。希望可以代替我疗愈你们。首先是太阳如常升起，渔夫帽，渔夫帽，渔夫帽，再给你们看看。相信我，不管你是什么脸型、什么身材，都很适合哦。也可以让大家看一下里面的文字。太阳如常升起，对吧？你真的可以，不唱一句吗？你真的可以。比方说，你爬山爬到一半的时候，觉得好累、好辛苦，就可以看一下文字，看看太阳，呼吸一下新鲜空气。再来是慢冷帆布包，这个世界大的让你很难不旅游，因为这个帆布包怎么背都可以哦。斜背、躺着背、侧着背，给大家看一下这个专属的设计洗标。洗标在哪里？洗标，洗标，洗标，哎，洗标，洗标，大部分商品都有哦。另外还有正在改工的我好吗阅历跟勇气笔记本组。阅历是我的一些还没有曝光过的照片哦。最后就是台北限定款的分手快乐蜡烛。我觉得爱情好像有很多面向，所以希望年末都能祝你幸福。来，拿起来。就分手快乐，祝你快乐，祝你快乐，各一组，各一个。好的，好，接下来是我特别为来看演唱会的人准备的小礼物，限定口罩先。好，来跟大家讲一下，一个人一个，两天不同的颜色，每个人都有。我们要非常感谢华联生医提供我特别赞助我们现场的每一位观众的口罩。口罩是精心设计过，上面的英文字就是 When we talk about love。 再来就是我们的谈论爱情荧光棒，一个人一个，也是免费赠送的，每个人都有哦。我的字在里面。对，那其他的规范呢，就请大家关注梁静茹的官方脸书跟 IG。拜拜，拜拜 ，See you， 小巨蛋见，记得要来哦，票要收好哦，不要不见哦，记得戴口罩哦，记得戴口罩，很重要，才可以入场哦。